家人们，今天吃个藏毛蟹。哎呀妈，全是毛，这怎么吃呢？剪刀呢？快来剪刀，直接掰啊！我哎呦，哇靠，哎妈，就是鲜啊，鲜下不了嘴啊，全是毛，你看看。啊，哎，这就是吃它这个螃蟹呀，就是吃腿儿，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这里边肯定没啥肉，看到没？吃啥好吃的呢？是吧？妈的满足啊！吃啥好吃的？那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，你说，哎，不用问，给你。哎呀，早知道你想吃的，它坏了，我都在旁边。给你一个，谢谢吧。哎妈呀，看，哇，好鲜啊，哇，但这个毛毛上面有一股海鲜味儿，嗯，是吧？对，这个毛毛的吸味儿，有一种大海的感觉，太长了，你看这毛有点费劲哦。哎呀妈呀，你咋吸溜的那么香呢？嗯，真好吃，鲜，我知道怎么吃了。太鲜了。行了，这个留的给姐姐他们吃啊。